是台湾民主的推动者，也是带领台湾社会经历最摆变革的政治家。家己自己要来做咱的决定的意思，听上帝甲咱讲什么话。是甚么款的毅力，让李登辉前总统会当用坚定的意志，走过政治甲人生的风风雨雨？十月十八到十九，暗时八点，请准时收看《走过信用幸福》李登辉前总统的特别专访。